欢迎进入 iTraining 美国地产学校 Insider 小知识课堂。移民前税务规划。移民美国登陆前的海外资产要申报，但无需缴税。如果这部分资产后来增值，而且变现了的部分才有可能需要缴税。以家庭来考虑，如果妻子收入较低，先生较高，可以考虑先只申请妻子一人，先生暂不申请，这样先生在美国以外的资产就不会涉及海外所得课税问题。这是只要绿卡不要税根本的办法。投资移民时，以不赚钱、财产少的配偶当主申请人，外籍配偶每年不要在美国居留超过120天，在美国境外的资产和收入都可以不必在美国报税和缴税。iTraining Real Estate School 美国地产学校期待大家的持续关注、点赞、转发，每周为大家带来美国最新资讯信息、财会地产知识。地产执照课程了解可去到网站3w.itraining.nyc。iTraining 与您一路相伴。